机器在安装好以后，我们的数控部分需要与咱们的等离子部分进行通讯，在侧面有两个接线口，这是已经安装好的位部分，然后这是咱们送的接头，与咱们的等离子进行连接通讯，两个线都要接。其中咱们的金属头另一端连接到咱们等离子正面的控制部分，控制两芯插头，正常是小两芯。然后等离子外壳两个侧面都要拆开，两个侧面都要拆开，然后引线接咱们的活压，这是咱们接咱们枪头的，接咱们割枪的，它的内部有一个类似于弹簧状结构的东西，另一端有个螺丝，一端连接在枪头上，另一端有一个螺丝，引出一根线接咱们这根蓝线负极，然后找到咱们接地，也就是地夹，它的背面，地夹的背面，然后引出一根线接咱们红色正极，